哎呀，唐先生又掉了东西，这次他失掉了他的工作。几个月来他试了不少办法，就是不得其门而入。直到有一天他发现了，找工作一点也不难，您来台北县就业服务中心，免收费，服务家是您找工作最好的帮手。您的套路我来代替，台北县就业服务中心帮助您。